粟米片 mix 拉枝熱狗，你又食過未呢？各位嚟到新沙行街嘅话，不妨试下呢间位于小巷嘅热狗店，可能会改变你对韩国热狗嘅印象啦。呢度嘅热狗总共分为六种，除咗我哋平时食开嘅面包皮同薯条皮之外，仲有公仔面、粟米片、杏仁外皮俾大家选择，价钱平均都系十几廿蚊左右。客人落完单之后，老板就会即刻整，每款炸嘅时间都唔同，真系好讲究噶。老板表示他们最受欢迎的是薯条味和粟米片味，还好自豪地说吃过一次的朋友绝对会翻转头。除了个外皮有得选，这里还有吃六种酱料给大家选择。老板就说韩国年轻人 order 薯条味的时候通常会加番茄酱和芥末酱，而粟米片味就会落沙律酱和芝士酱，当然也可以根据个人口味落晒六只都可以。粟米片味的热狗外皮有少少甜，一口咬落去芝士就一夜扯晒出嚟。建议大家冬天的时候最好趁热食，事关摊冻咗就冇咗呢个拉枝的效果噶啦。除咗热狗之外，店内仲有不同的饮品供大家选择。行街行到攰，入嚟探翻个下午茶就啱晒啦。